在我的想象中，世界级建筑大师安藤忠雄，他的作品可能是静谧的，也可能是富有禅意的，还可能是震撼人心的。对于安藤的建筑来说，位于杭州的良渚文化中心可能相对名不见经传，趁着杭州樱花烂漫，在那里待了一天之后，我觉得或许至少对于良渚文化中心来说，可能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。其实这个良渚文化中心的话，最早我是在我大三的时候，2015-2014年左右吧，那个时候就来看过。那个时候其实它还没有开放，但是它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建成的状态。哎，很好，樱花还全部开着，还好。我本来担心差不多已经快全部落了，但还是很好。哇，人超级多，露营呀、草地上聚餐啊等等，哇，非常爽。这对于安藤的建筑，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，或者说有一个比较好奇的点，就是非建筑专业的同学会怎么来看待安藤的房子。因为我之前跟一些我的同学，我高中同学，他们不是学建筑的，然后带他们来看过这个良渚文化中心，然后我问他们是什么感受，他们回答我的一点让我至今还非常难忘。他说，不就是一个厂房吗？水泥加铁皮屋面。我不太确定这样比较禁欲的、比较冷淡的一些风格，就是专业以外的人是会怎么来看待这个房子。大家喜欢的可以在弹幕扣个一，不喜欢可以扣个二。良渚文化中心也被称作大屋顶，形象地诠释了这个房子的形态。建筑师根据功能需求，在大屋顶之下设计了三个体块，分别用作美术馆、文化设施、教育设施。三个体块都具有明确的方向，望向基地东侧的河流。我们先去看看三个体块的内部吧。位于最南端的这个体块，功能上用作美术馆。第一个展厅展示良渚文化村的一些规划，就像一个建筑展览。它在这个展示安藤这个良渚文化中心的地方，还有一本安藤作品全集，安藤的铅笔签名，安斗，2010年10月20号。英文版，中间的这个体块作为文化设施，在功能上主要是一个小剧场和小书馆。小剧场一般不开放，书馆就是高晓松的那个小书馆，预约之后可以进入。我很喜欢这个室内空间，没有太多多余的装饰。面向樱花林的玻璃幕墙，极简的混凝土片墙和楼梯，原木色的地板、家具，顶天立地的书架，整体氛围纯粹并且具有美感。因为需要预约，人也不是太多，有点闹中取静的意味。就是拿书的话，有个小小的问题，当然你的手如果足够长，或者你长得足够高，最顶上的书一定最精彩。好吧，我收回刚才说的，没有多余的装饰。某种程度上，这些顶天立地的书阁墙本身也算一种装饰吧。实际上，这种书阁墙安藤很早就运用在他别的项目当中，也不知道这种手法是不是他原创，反正现在已经被各种所谓的网红书店用烂了。最北端的这个体块是教育设施，实际上现在的功能主要是商业，包括一些花店啊、餐饮之类的。端部也以玻璃幕墙向浅水池和樱花林打开。正如你所见，大屋顶室内功能和室内空间实际上都挺简单。这个看似冰冷的混凝土铁皮房子，更加精彩的地方其实在于固定功能之外的那些不确定的空间。刚才提到大屋顶之下的三个体块呈东西向布置，其中中间一个长方体偏向一定的角度，使它与东面河流的走势近乎垂直。旋转的操作使得两个半室外空间呈现为开口相反的梯形，其中一个向西侧广场打开，成为主入口。在这里，方形的电梯、圆形的旋转楼梯、依附于片墙的双跑楼梯，都刻意与方形体块拉开距离，像是雕塑一般矗立着。
凡是图形感较强的空间，一般都能成为打卡圣地。这个通往地下的楼梯欺骗了好多人下去一探究竟。另一个半室外空间向东侧樱花林与河流打开，逐级而下的大台阶成为观望河景的最佳区域，这里能举办的活动就更加多样，比如今天就碰到有乐队正在准备，晚上应该会有乐队演出，观众席地而坐在大台阶上，天然的河流和樱花林成为乐队的背景，应该是很棒的体验吧。其实很遗憾，这里本来是安藤这个良渚文化中心最精彩的一个空间，像一个室外剧场一样的一个空间，但是今天好像在这边排练乐队，就很遗憾他那边关起来了不让人进。这些半室外空间是大屋顶内确定的展示、文化、教育功能之外的不确定的过渡空间，而正因其不确定，可以有自由的穿行、热切的交流、孩子们的嬉戏，或是今天碰到的乐队。半室外的空间与自然建立起有机的联系，预留了各种可能性，使文化中心超越了既定的有限功能以及物理空间的限制，成为融入良渚文化村的公共空间。好，我现在差不多已经完全的把这个建筑给逛了个遍了，不管是里面外面，反正能进去的地方基本上都走了。刚来的时候看到安藤的建筑有这么多人，还是感觉不太习惯，就是你总会下意识的觉得好像跟安藤那种比较寂静的、侘寂的那种感觉的建筑的氛围不是特别搭。但是其实你体验完之后，你再回过头去想想，一个文化建筑能够得到市民的喜欢，能够得到居民的一些非常愿意来这个地方，来这边度过一个周末也好，度陪小孩子写作业也好，其实这应该算是一个成功的文化建筑吧。我觉得至少在这一点上，我认为其实一个建筑更重要的还是应该是被人使用的，人们愿意在这里消磨时间享受其中，而仅仅作为一个被观看的对象，我觉得不能算作一个成功的建筑吧。好，以上差不多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希望可以给一个点赞支持，感谢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